就是你。公主要见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驸马呀。我来就是为了要见你，请你一定为我报仇。可是上次你的舌头……我自己也不想的。我被妖魔缠身，如果公主一天不为我报仇，他们就时时刻刻纠缠我。我别无选择。公主，难道你忘了过去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日子？我是真心想一辈子对你好，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要再说了，太迟了。都是金香雪那个女人不好，她毁了我的前途，毁了你的幸福，也毁了你的一生。难道你不恨她吗？你一定要杀了她，公主，一定要杀了她！不要逼我。你是公主啊，至高无上的公主，啊！现在你却被一个贫贱的女人夺走了你的丈夫，成为了一个可怜的供人耻笑的寡妇，你难道无动于衷？你一定要为自己争一口气，一定要为我报仇，一定要为你自己报仇！不要再说了，我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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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殿下，殿下，探子来报，府衙请了万宝车行送金香雪回乡，明日天亮出城，到时马车会经过黑风口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为什么要杀了金香雪？就是为了那个男人吗？他欺骗了我和金香雪两个女人，还有两个孩子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因为我是公主吗？殿下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真想知道我们两个到底谁更可怜。公主殿下，其实您大可放心，一切都不关您的事儿。是底下那些奴才要为驸马爷报仇，即便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也和您无关。备轿，我要进宫。是。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放进去，哎，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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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转转，哎哎哎哎哎，转转转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小朋友，你们都上当了。哎呀，哼，哎，你来猜猜啊，这个，错了，杯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哎，看清楚了啊！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呢也没有。哎，哪儿去了呀？啊，宁儿、馨儿吃饭了，带我玩一会儿吧。快来，上楼洗手了啊！妈妈叫你们呢，快去吃饭了啊！快去，吃完再玩啊！啊！娘来了，娘来了、哎！慢点，小心点儿。三弟呀，快走吧。嗯，哎，什么事儿啊？黑风口。嗯，
如果从南门走呢，黑风口是必经之路。公主怎么会这样啊？公主没有当场表态，她就匆匆进宫去了。大哥，那个人就是公主派的暗探，去盯着他，我去看着金香雪，小心点。是是。嗯，请家母你坐下，我俩说些知心话。娘，叔叔唱的是什么呀？真好听。叔叔唱的是河南梆子，你们南方人听不懂。夫人，您一定是高官的内眷，衙门才给您包车。不是您呐，我这辈子都轮不上和青天大老爷说话。他们都是我们的大恩人。大叔，你小心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叫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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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赵武，你把他们盯好，我去前面看一下，之后我们再会合。好，叫！如果在这儿打埋伏，不要说是一辆马车，哪怕就是一支军队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。哎，那怎么没有动静呢？哎，看那块石头。这样的石头到处都是啊。不不不，我觉得这块石头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。不错，这块石头被人动过了。那到时候它不会自己滚下去吧？哎，你们看，驴头磨。大哥，马车来了。二弟、三弟，你们盯住驴头磨，马车那边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贸然行动。嗯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宁儿，小心。又想灭我？今天没时间，没空。是你救了他们，你知道就好了。哼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一头蠢驴！你说什么？说驴蠢呢？蠢就蠢在他不自量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驴除了拉车转磨，剩下的就是给人当当下酒菜了。你居然还痴心妄想想做魔头，你说你蠢不蠢呀？我看你简直是蠢上加蠢，驴中的极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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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。天童百战，哈！大哥，搞定了！哼，天下的妖魔鬼怪就没有我们搞不定的。这回他变不了纸了吧？啊！你们杀不了我，我始终都是不死之身。大哥，你看，张国老。大哥，我去追他。嗯。这个张国老，他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老是躲着我们呀？我也想问问他。三弟，没追上吧？哎呀，人家到底是资深老神仙呀！驴头魔怎么那么厉害？脑袋没了还能变出来呢？我也是不明白，天底下有如此厉害的驴吗？我觉得张国老他一定知道这个秘密。哎，那金香雪呢？哼，真是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啊！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惦记漂亮的女人。她呀，早就被衙役们带回府衙去了。啊，带回府衙。叔叔再见，再见。大嫂，慢走啊。再见啊。星儿宁儿再见。再见。叔叔再见。再见了。我们走了。啊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悦事谁家院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我算是大彻大悟。是你的挡也挡不住，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下呀。啊，哎驸马爷了，他在哪儿？就在池边回廊。刚才奴婢看得清清楚楚，一把折扇边摇边晃向这儿走来。你没看见他的人？没有。殿下，都说那个在白天是见不到阳光的，只能在夜里出来。闭嘴，退下。是。天下人都可怜金香雪，可有谁关心过我吗？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。我是公主，可我也是女人。金香雪是可怜，可她毕竟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年，还有一双儿女。我呢，什么都没有。还背了个抢人家老公的恶名，我是被骗的，我
不知道他有老婆。我要是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他。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丁义他正被苗大人通缉，现在满城都是他的通缉令。他倒是雷厉风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尽快让丁义回来，我找机会会会苗黑子。哼。你在干什么？好像有什么东西。驸马，是你吗？驸马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你退下。是。驸马，是你吗？如果是你，你能出来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真的是你吗？本府更担心的是，公主恐怕不会放过金香雪的。是啊，现在天下的百姓都在关注金香雪的后续，可以说是朝野瞩目啊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我们还得管她一辈子啊？这倒不必，但是起码也要保证他们母子的安全。嗯，凡事总要有个始末嘛。金香雪已经如此不幸，我们当然要管，而且一管到底。干什么？不成功，变成人。公主驾到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个女人和小孩都搞不定，你们还有什么脸回来见我？殿下，属下无能，来世再为殿下效力。救了金香雪，是你？你不是要报复他吗？你不是让我杀了他吗？哼，我要折磨他，生不如死。我没这个闲工夫。别在我面前耍公主的脾气，你要记住，你要折磨他，折磨金香雪。迟早你会明白，折磨一个人远比杀死一个人有趣的多。变态！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需要你邪恶，只要你的邪恶才能帮助我脱离苦海。你胡说！我有那么邪恶吗？你会的，谁都会的。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给你，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，知不知道？臣恭候公主殿下光临。我现在蓬头垢面，哪里来的光？公主是来问罪的吧？若是问臣的罪，那咱们就公堂上见。你就这样对本公主说话吗？我告诉你，小心我告诉皇帝哥哥摘了你的乌纱帽。臣当然相信公主有这个本事，
从臣上任的第一天起，就已把项上人头置之度外，更何况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了。好，算你狠。敢问公主来此处所谓何事啊？虽然你斩了本公主的驸马，我恨你，也恨那个女人，但我乃一国的公主，不能让人家说我不明事理，所以我非但不跟你计较，还准备跟你苗正合作。合作？带上来。是是。他就是郑志杰的心腹，也是意图杀害金香雪的凶犯。怎么样，算不算奇招？奇招？一点作用都没有。火候未到，还要再加把火，而且要加猛火，后面就看你的了，看你够不够狠。你现在手上攥着两个人的生杀大权，一个苗黑子你可以杀，另一个金香雪只能逼，而且一定要逼死他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我不是狠，是走投无路。你不可能了解我心里面那种痛苦。如果他不死呢？那就是你死了。我死？你疯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不能解脱的话，到时候你就能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就没得选择。你有，你可以选择。你可以选择金香雪，你可以选择变得更邪恶，他就能替代我的痛苦，成为被妖魔纠缠的对象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放了你。嗯。请问这位兄台。哎，二哥，哟，你怎么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看呢？我是看那个色眯眯的家伙。和你一样，那我得好好认识一下。我是负责保护他们娘仨的。三弟，你放心吧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谅他也不敢妄为。就是。嫂子，王兄弟，这么巧，你们不是要走旱路吗？啊，你们这是要去何方？有句话叫做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啊。这么俗套的开场白啊，兄弟，你 out 了？你没看出来吗？人家一点都不喜欢你吗？这该来的都已经来了，这该走的怎么还不走啊？走，走。嫂子，这是我二哥。嫂子，您不好意思，刚才吓到你了。先生好，小姐。先生，行行好。
机会。我，大人，都不用上刑，刺客就供认不讳。他说他是驸马爷的宫女，名叫如风。他是由公主派来的，说是……说呀，说是来取大人的脑袋，说是天亮……要说你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说，天亮，天亮是驸马爷的头七，公主要祭奠。人呢？把他绑起来！走，哎，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绑起来！起轿，启禀皇上，你杀了朕的妹夫还不够，还想杀我的妹妹吗？臣不敢。不敢？奏折里写的是清清楚楚，如此的无视王法，如此的践踏朝纲，如此的灭绝人性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这些个点点点点是什么？这个岂不是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吗？大胆！皇上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臣想要皇上知道，驸马府谋杀金香雪，刺杀臣确有其事，有证有据。臣想让皇上恩准，按大宋律法惩办。你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不相信公主会这样无法无天。来人，在宣公主上殿。是。Thank you.
又是他。看来你恨他。他让我成了寡妇，我不应该恨他吗？恨到想杀了他。杀了他。如果哥哥愿意。你不是都已经做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人家把刺客，你的宫女都带来了。刺客？我的宫女？进来吧。遵旨。打开。是。那个口袋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回禀皇上，微臣我亲眼所见，将刺客严严实实的捆绑后装进这口袋里，微臣也不知道怎么就神奇的消失了。哼！哎，皇上，皇上！苗大人，臣在。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到皇上面前告我御状，你倒跟我说清楚，什么刺客，什么宫女？殿下可有个叫如风的宫女？如风？我宫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人。不要再说了，回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朕会再给你解释的机会。遵旨。一定是妖魔无疑，我们亲眼看着他被捆起来了。可妖魔为什么要陷害公主呢？还有那个丁义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算了，匪夷所思的事情就不要在意了。我担心的是有人借此生事啊。你是说太后？嗯，太后一向宠爱公主。圣旨到，苗正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南通州蝗虫成灾，特敕封苗卿家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巡查。钦此。臣遵旨。爷爷便走了，快点快点，小心啊，灵儿快点啊，先小心。嫂子，往通城去要经过一段荒山野岭，我也去通城，咱们一起走。太好了，王叔叔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主要是看你们孤儿寡母的，想帮一下忙。我是读书人，我懂得规矩的。娘，就让王叔叔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娘。娘。公主，你要下定决心，不要再犹豫不决了。我真后悔嫁给郑芝杰，可怜人摧残可怜人，我还算公主吗？我还算是人吗？看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人不人，鬼不鬼的。殿下，来吧，我都快疯了。郑芝杰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啊！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，公主救我。你的目标不是我吗？放他下来。啊！
郑志杰，人都有一死，你也终会魂飞魄散，何必呢？告诉我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在石龙镇。这是石龙镇驿站，王叔叔，宁儿，宁儿，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呢？嫂子，我们是同路啊。我不是你嫂子，算我求你了，别跟着我们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是从汴京来的金香雪吧？啊，民女正是。啊。我是这石龙驿站的站长，苗大人亦有公文传到，让我们好生的接待你们。谢谢苗大人，谢谢站长。来来来，夫人，里面请。哎，走。三弟，你有没有换位思考过啊？公主是不是也很无辜、很无奈、很冤枉、很不幸啊？你想想，她要是知道郑志坚有老婆有孩子，他能招他为驸马吗？他是公主啊。你说的很对啊。哎，不管他了。二哥，来叫我背诗。背诗啊？三弟啊，你没生病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就不许我学点好是吧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是看着金香雪都会念诗，你不会是不是心里啊？是又如何呢？我总得展现一下我的才华嘛。才华？我的三弟啊，是有那么一点点才华，只是不能拿出来显而已啊。赶快叫我背就得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回客栈呢。行，看你诚意可嘉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哎，你就教我一首什么花啊水啊，这容易背一点的，但是还得有技术含量啊。要求还蛮高的，我想想啊。有了，这首诗创意独特，朗朗上口，是居家旅行必备首选。说重点，说重点。诗的题目就叫《卧春》。卧春？卧什么？卧，卧床的卧。春当然是春天的春。春天卧床。哎，意思就是说睡在春天里，很有意境吗？哎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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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就。暗梅幽闻花，卧枝伤恨底，遥闻卧似水，意透达春绿。好是好，有花有水很正点。就是怎么听着有点别扭呢？我说你没文化吧，这首诗真的是很著名啊，而且真的很适合你，好好背啊。暗梅幽闻花，俺没有文化，我智商很低，要问我是谁，一头大蠢驴。二哥，你又耍我！娘，我们为什么不理王叔叔？王叔叔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。嗯，怎么个好法？有一次在船上，一个大男孩要抢妹妹的饼吃，王叔叔没打他，还给他买了好几个饼吃呢。王叔叔也给我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饼。是吗？宁儿，你呀，是个男孩子，以后长大了就是男子汉了。你要学会怎么样保护女人和孩子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是真正的男子汉。好了，睡觉去。我要睡这边。我要睡那边。我要睡里面。不让你睡里边。我也要睡那边吗？好吧，你睡里边吧，让乎你。你上那边去啊，快去。你在里面。
里边请。嗯。客官，您需要点点什么？来点花生米、猪头肉。好嘞，客官稍等。大哥，你说他是不是知道我们来了，所以躲着不见我们呀？这不可能，只要我不露出法相，他不可能知道我是钟馗。大哥，你看，驾！驾！